好舒服哦。你躺看看。啊？哎呦，这么大力哦！你想摸哪就摸哪。终于被我抓到了哈！妈，可是他声音比你好听呢。是妈妈的世界，只是你一个人。妈妈，我终于录音。好，喂。干嘛笑？王奇峰，你被我抓奸在床了！你这个脏东西，你这个笨手！妈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个阿姨真的长得很丑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他只是来试躺这个枕头跟棉被而已啊，试睡而已，试睡而已。连你也做坏睡，对吗？你也不找我一起睡？没有啦，王太太，这枕头的高度跟硬度也太刚好了吧。不像一般枕头，睡起来下巴都会挤在一起，而且肩膀没办法好好的放松啊。还有啦，这棉被好软，好舒服，又很透气耶。听说日本买很贵，在台湾买反而比较便宜。我太太怎么这么厉害，这么有品味啊？对啦对啦，好东西要跟好邻居分享吗？包括老公吗？没有啦，93%的欧产鸭绒真的一点都没有味道哎，我还是要相信台湾老字号的羽绒加工厂对吧？是说在哪里买的？这只有在486团购才买得到。嗯，486不是只有卖家电吗？不止家电啊，486还有数千种新奇有趣的东西。哎，你自己去逛吧，不要找我老公。我妈妈最喜欢去486团购买东西了，阿姨，那你今晚上陪我睡。睡你睡，我要去486团购了。等一下，几岁了？自己睡，自己睡就自己睡，都不找打人吧。最近好吃好玩只有在486团购。